哎呀，师兄，你仲有咩法宝等师弟开下眼界咁啊？郑大官人，今日老太太上寿，我就变啲仙桃嚟孝敬佢老人家啦。啊，而家系四月头，又未有土收成喎，新土又未生出嚟，如果变到出嚟就真系神奇啦。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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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寿桃一盘献堂前，献与堂前不老仙。今日变出芙蓉果，授俾徒儿还在先。嘿，各位，而家台布底下就系一盘仙桃啦。啊，咪住咪住，打开底下咧。好啊。诶，哎，咩？不见咗四个茄子噶。人嚟人嚟，拎啲茄子出去。知道。咦，明明话叫我拎茄子，乜系四个大肚嚟噶？拎翻入去先得。大官人，原来系肚嚟噶，唔系茄子。哎呀，管家，分明系茄子啊！你眼花啦、啊啊？又变翻做茄子嘅？系啊，唔好乱咁讲嘢啦，快啲拎走佢啦。系系。啊，乜又变翻做肚噶？啊，咁抵死！哼。好，咁就不如益下我，等我食咗佢先。管家管家，你做乜嘢啊？啱啦，和尚，人家变嘅真系土，你用啲咩掩眼法变咗做茄子啊？我而家要食咗啲土。系、哦、咁，你食啦吓。乜咁硬噶？连牙都咬崩埋添，原来系木头土嚟噶。呢啲土啊唔系你食嘅，快啲攞俾老太太食吧啦！俾木头土老太太食，点食啊？好，不过系你叫噶吓，攞咪攞。人嚟，将寿土呈上，老太太请。有寿土啊，好啊好啊，味淡其味，鲜闻其香。等我试下先。果然清香无比，好鲜甜啊！啊，咁就奇啦！明明系木头土，点解会变成真嘅仙土嘅咧？唉，成真。在下真系佩服佩服。唉，郑大官人。今日我仲要变个戏法，请老太太落足眼力睇下啦。唉，头先在下同广亮长老提过家母系双目失明，又点落足眼力去睇咧？我就系因为老太太双目失明，我先叫佢睇啫。若果叫一个开眼嘅人去睇，就唔算系本事啦嘛。有咁奇嘅事？娘亲，头先济公长老嘅说话你听到吗？娘亲你意下如何呢？咁就请圣僧行事啦。好，老太太你又睇真啲啦，寿筵开，寿桃色色鲜，寿酒下杯宴，五福寿云仙。寿绵绵，福长远啊！真个是寿比青松，不怕风霜。恰好似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我知。哎呀，老太太擘大眼啊！红儿啊，我只左眼睇得见啦、真嘅？系啊系啊。阿娘亲。你睇下呢个系边个？呢位唔系你嘅老友苏北山先生。嘿，恭喜老太太，恭喜老太太，郑兄啊，今日真系好日子啦！圣僧在上，请受在下一拜。圣僧你老人家慈悲为怀，既然医好我娘亲只左眼。不如依埋佢只右眼啦、啊。对唔住啊，右眼咧我就唔识医啦。
啊，不过唔紧要，而家你大门外边咧就有个男人抱住个细路仔嘅，叫做马佩贤。嗱，你请佢入嚟就会医好噶啦。管家，快请快请。系。大官人，马佩贤道，先生有礼，求先生你医好我娘亲嘅右眼。如果系嘅话，我定会重重酬谢先生嘅。哦，你嗰块药呢？系噃，不过我抱住孩儿，忍咪，快啲去帮先生抱住佢嘅孩儿。知道，仔，为你娘想得你好苦啊。这个不是我的妻房。仔呀、仔，估不到我们还有见面的日子。大官人，这块药你找人用水化开，给老太太擦眼，那就会好的了。哦，是的，这个侍婢怎会叫你的小哥做仔的？回大官人，马佩贤是小女子的丈夫，因为家贫无法度日，小女子想住外出同人做啲争子帮补家计，点知我一翻去，连丈夫同仔都唔知去咗边，揾极都揾唔到，于是唯有投靠到府上为婢。估唔到今日会夫妻相逢，母子团圆嘅。一日都系我唔好。红儿啊，我只右眼都睇得到啦。咁啊，真系太好啦！估唔到马先生你咁本事喎，唔怕失礼讲啊，在下一事无成，好彩得济公活佛指引，先至有今日嘅成果啫。既然系咁，我府中啱啱少咗个账房先生，你就留喺度帮手啦。我仲可以俾间屋你两夫妻住，你以下如何？正是求之不得啦。多谢大官人知遇之恩。成真，嗯，我仲谂住同你换换身上嘅衣裳。不必啦，不必啦。只要他日我和尚同你化缘嘅时候，你能够助我一臂之力，咁就得啦。一定，一定。郑大官人，我有一件事要话俾你知嘅。你哋后花园啊，而家有只妖怪作祟。啊！贫僧决定分文不取，帮你捉妖正宅，顺便同祭奠比试道行。看看哪个道行高深。好啊好啊，既然你这么说，不如你先施展本领，你捉到妖精呢就算是我输，你捉不到呢就由我接上。好，我不怕你抵赖。我这个后花园里面藏身的不知是妖怪啊，抑或是仙家。家人在后面楼上睡觉的时候，就经常被人掟落楼，一系咧就系屋里边嘅嘢无缘无故跌咗落嚟，一系就系楼上冇人，但系有人点灯，一直就搞咗半年。唔紧要嘅，郑大官人，等我捉住佢，再用戒刀结果佢就得噶啦。不过咁，大官人你要先帮我预备一张八仙台、一张椅、一份香烛、一包朱砂、一棵香菜、两支新笔、一碗毛巾水，咁就可以作法噶啦。谨遵长老意思，唔知几时开始捉妖咧？咪咁心急，光天化日去捉妖啊，妖精都唔会嚟啦。计我话咧，就食完饭饮翻两杯好酒，然之后先去捉都未迟啊。好，就请两位师傅入内厅用膳。人嚟，预备酒菜。大师傅，是时候捉妖未？时辰已到，待贫僧先祷告上苍，皇天在上，保佑弟子广亮将妖怪捉住，弟子自当回旨上香答谢上苍。好，郑大官人，我而家先用毛巾水开朱砂，
或神符三道，我将符一烧，自然有法力降妖伏魔噶啦。请大师傅作法，在下企埋一边回避一下。嗯，先烧第一道符。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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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头道符一烧，狂风大作；二道符即将妖精拿来；三道符立用戒刀将佢结果性命。我打。咦？又话会狂风大作，乜一滴风都冇嘅？大官人啊，唔多对路、啊。或者迟啲妖精先至现身呢、啊？好啦，咁我将所有符都烧晒佢。系。哎呀，哇！好大风啊！路上真系有人出现啦、啊！和尚，啲好嘢啊吓！我同你往日无冤，今日无仇，为咩事要惊动本道？自由迟了，好，等本道俾啲厉害你睇下。嘿！哎呀！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弊啦，弊啦，弊啦！圣僧救命啊！广亮师傅。被妖怪的一道黑气喷到不省人事啊！啊，老怪物，你本来属于修道之人，无缘无故踏入红尘，仲敢欺凌三宝弟子，等我一拍天灵盖，露出佛光、金光、灵光三光，哼，等你认识下我是边个啦！哼，哎呀！原来是罗汉爷降世，小和本来在这里后院楼上道寄居修道，已经有几千年的道行，因为郑红的家人污糟邋遢冲撞了小和，才经常闹事教训他们的，并没有害人之意的。嗯，你知不知道如果被我的三光一照，你就会失去五百年的道行啊！你快点走，再不走呢我就用雷劈你！小胡之罪，小胡告退啦！哎呀，妖怪走咗啦！哎呀，咁吓吓佢就走啦！哎呀，郑大官人啊，此乃千年狐狸，人称狐仙啊，能够幻化人形嘅。佢本来就为咗修道，系冇恶意嘅。今次之后，佢都唔敢再翻嚟噶啦。唉，多谢圣僧除妖。啊，圣僧啊，嗯、你睇下，广亮师傅仲系不省人事、啊，你快啲救翻醒佢啦。嗯，哦，好易啫，好易啫，我喂佢食一粒药丸咁就好嘅咧。系、哦、啊，系啊。广亮大师傅、你醒啦。郑大官人，贫僧不才，实在有愧。诶、大师傅何出此言呢？贫僧就此告辞啦。大师傅，你唔好走住啊！大师傅，唉，郑大官人啦、啊，我都不便多留啦。告辞告辞。唉，圣僧慢走啊！圣僧慢走啊！圣僧大恩大德，郑红无以得报。不如等在下帮圣僧先换个新衣先啦、啊。唉，不必啦，不必啦。啊，咁啦，咁啦，你拎住耳仔埋嚟啊！系系系。嗱，你。嗱，咁就一言为定啊，会有期啦。圣僧吩咐，弟子自当谨记，请。想翻嚟啦！哎，开门啦！哦，瑞坚，你舍得翻嚟灵隐寺啦咩？怀里拎住啲乜嘢啊？我带咗啲狗肉翻嚟呀，分啲俾你试下咧。出家人应该持斋如素噶，我知唔食得呢啲嘢啊，连带你都唔准带入寺门添啊！嗯，仲快啲抌咗佢。你犯咗戒啊！吓戒？嗯，哎呀，系呀系呀，我身上边咧嗰啲苍闪戒啦又发作啦！哎呀，鬼个文啊！哎呀，好晕好晕好晕！唔系你身上面嗰啲
戒啊，系犯咗我哋做和尚嘅清规戒律。出家人讲究三规五戒噶，你知唔知噶？哎呀，我真系唔知道、啊，乜嘢叫做三规，乜嘢又叫做五戒啊？啊，三规咧就即系佛规、僧规、法规，五戒咧就即系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。快啲抌咗啲狗肉啦！同埋入到寺中，连我都连累埋添啊！如果俾监寺广亮师兄见到，你要知死啊！哎呀，你识乜嘢啊？哎呀，咪左头左势啦！我要入去请监寺啊，食狗肉啊！好啦，真系唔知死啊！有人你去啦，等我跟埋睇热闹先。喂，有狗肉卖啊！想买狗肉啊嚟呢度啊！喂，细癫、啊，你翻嚟啦！你卖狗肉我唔管你，啊、就算系杀两只狗我都唔管你。嗯，不过我嚟问你啊，今日系咩日子啊？今日？嗯，诶，总之又唔系郑府拜大寿咧、啊。你，我系话，自从大悲楼俾大火烧咗嗰日开始，师傅就派你出去化缘。究竟呢12000两银你化成点啊？一万呢我就冇啦，9000就有一个。我唔同你掂埋一份啊，我带你见主持方丈。咪住。咩啊？火烧大悲楼嗰阵，我系应承你化缘嘅时候就系正午啊嘛。系啊，虽然今日系已经去到100日啦。但系到而家仲差一个时辰先够足足100日噃、啊，到时冇12000银，我先肯同你去见主持噶。好，就俾你等埋呢一个时辰，睇下你点样揾够12000银。广亮师兄，系出边有件奇事啊！喺、啊、西湖大路嗰边有200-300人正在日治啊！系啲咩人嚟噶？我认得好多都系本院嘅新商富户，仲、哦、有啲大商贾啊！带头嘅两位仲系城内嘅有钱善长苏北山员外同埋赵文慧员外啊！咁、哦、就奇啦。本寺今日又冇功德又冇法事，点会有咁多人嚟嘅呢？吓，唔通系嚟探问主持？仲有件怪事添啊，师兄。咩啊？嗰两位员外咧，问我我哋呢间寺系咪灵隐寺？仲、哦、问活佛系咪喺寺中、啊？咁我就话我哋寺中并冇活佛啦。系啊，诶，佢哋又问。罗汉又喺咪寺中啊？咁我就答佢话寺内嘅罗汉堂有508尊金身罗汉，唔知两位想烧香俾边位罗汉呢？咁佢哋又话唔系啊，仲话坚持要揾活佛罗汉啊。诶，咁佢讲嚟讲去，到底活佛有冇名姓啊？佢哋话如果一讲咗活佛个名咧，就会选受10年噶啦。我见咁样，咪叫佢哋唔使怕，最多我代佢哋选秀啦。嗯，结果佢哋讲咗出嚟啦。咁究竟叫咩名啊？你快啲讲啦。吓、啊，讲啊！方才我已经代佢哋两位一共选秀20年噶啦。算命先生话过啊，我得53岁命噶咋。嗱嗱，方才选咗20年阳寿啦，咁再讲咧又要选寿啊，咁我用乜嘢死噶？哎呀，咪啦，都系唔讲好过啦。哎呀，你做咩吞吞吐吐啊？咁啦，你但讲不妨，我代你选寿10年啦。哦、啊，哎呀，咁都冇咁惊。你听住、哦，活佛咧就系、是、我哋寺里边嘅
妒忌啊！妒忌？哇！你仲讲佢个名？哎呀，你如今要选秀20年啊！冇理由嘅。咁你点样打发呢班人啊？咁我立刻吩咐其他师兄弟披上袈裟，手持法器喺山门之外迎接住孙咯。各位，你哋睇下，呢班和尚都系妖言惑众，喺度装模作样嘅。我哋走，佢突然间只再搵活法。各位事主慢行，等小僧讲几句说话。广亮师傅，活法明明话过喺你自尊修行，仲系你师弟添。点解你唔帮我哋引荐引荐呢？郑大官人，乜你都嚟咗啊？吓，唉，你哋想见道济啫嘛？佢咪企喺嗰边咯。哦，系啊，各位，嗰位的确系我同苏兄、赵兄所讲嘅活佛罗汉啊！我哋上前参拜啊！我哋呢班弟子披法衣、打法器迎接佢哋都唔高兴啊！偏偏一个卖狗肉嘅道济就话咩活佛罗汉，仲叩头俾佢添，真系冇道理。活佛，今日我哋系遵照师傅嘅指示，约埋本城嘅善人嚟募捐重建大悲楼嘅经费。监制，拎个化缘宝过嚟。系。嗱，我先写12000，其他各位善人心之所出。轮流捐献啦、啊，系活佛，我喺城中有一间木厂，都一齐捐献埋俾灵隐寺修建大悲楼，直至完工，用几多木料都冇所谓。啊，善哉善哉啊！广良师兄，嗱、呢、這个愿我化到啦，你话够唔够用嚟重建大悲楼呢？吓，够啦，够啦。既然够，咁我就唔使去见主持啦。当然，当然。好，你立刻叫人动工啦！我要去我嘅事主屋企住几日咧。活佛，请。唉，等我攞埋啲狗肉先。啊，行啦，行啦，啊。济世活佛第四回，叶世雄监制，吴伟荣编导，丽生编剧，并且由林有荣、丁家湘、温泉、蔡雅阁、卢允贤、郑启明、曾月娥、谭翠莲、陈伟雄、车心梅等联合播演，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。